紅組嘅李沙頭拍咗翻幾多戲啦？TVB 有冇合約啊？我自己冇捆綁式嘅合約啦，不過大家仲有合作嘅機會咯。因為我諗住今年啊，同埋跨個出年就會喺國內時間多啲啊，咁就變咗大家以譬如話哦，公司或者需要我位拍嘅，我就拍，就冇捆綁式咁樣合約咯嚇。你會唔會為咗同阿女一齊合作先翻 TVB？睇佢自己發展點啦。我其實睇佢自己發展之後，佢自己有咩打算？我諗咩嘢都係隨緣咁樣咯。你覺得阿 Fabian 適合向邊一方面發展？我覺得佢喺表演方面同埋主持方面，佢比較有信心咯。因為佢喺談吐方面啊，我覺得佢比我好好多啦。同埋佢或者喺教育方面，佢自己嘅認識啊，同埋學習嗰陣咧，對佢自己嘅喺主持方面啊，或者應對方面會有好著數咁樣啊。你自己個人期期望同阿 Fabian 父女檔演出咧？冇咁諗啊，不過或者有機會嘅，睇下演咩類型咁樣啦嚇。